这真的很越来越懒得打哎、欸。那、啊、这只又不能用岩浆烫死，难打。好了，下去了。感谢爹爹100颗星星，爹爹。我到刚刚 OBS 才好哎、欸，爹爹，所以不叫我开台啊，爹爹。太小，太小。你有刚感谢过了吗？感谢爹爹100颗星星哦，好像有哎、欸。好，多感谢你一次。用你那边啊，从那边传来的啊。哇、wow、到爹爹，所以真的有广告了哈。好、哦，没有，因为那天里面内部的说，申请广告的实况组只有10%的人有会显示啊啊，之后他们还在微调，不知道调好了没？就是嗯没事，我只是说下午本来要开台，可是因为 OBS 出问题，害我开不了台。没事，大概都弄好了，就包，就希望晚上开台又可以顺利了。攻击，发射。没有，这个要自动化很难啊！这要自动化，我完全是盖错的哎、欸。自动化另外的盖法、欸。我内战了。一样啊，如果晚上我睡死的话，体谅我一下下哈。
想想昨天打酷攻打到猪人住了海过，啊，现在不会有了啦，现在不会有一堆猪人了，一堆猪人都跑去玩海龟蛋玩到死掉了，你看，都跳下去了，死掉了，现在不会再发生了，除非就我讲的嘛，我用铁轨把那个蛋包包一圈。应该把这条柱子也挖空的，这样就可以看到了。好懒哦，不想挖了。我昨天光是挖下面这一片就好累哦，然后还要把上面的地狱那个石那个什么地狱砖全砖改成半砖。那如果真的缺金的话，就可以去那个啊上面盖一个租人平台。只剩猪人的平台而已。如果我们缺腐肉跟金的话啦，就可以去那边搞。不然都剩无为不为，射他，射！哎呀，烂呢、欸！然后再来玩一下，来啊！看来也是哭光掉下去了。想吃麦当劳，可是我的皮肤不能吃。唉。他们就贱呐、啊，想去采海龟蛋呐、啊，所以等一下我，我下班啊，我好像又能开蛋，哇！他这边被烧死哈，这边用抗火药水好像还不抗火，抗火的装备还比较好哎、欸。我们带队的，嘿，嘿咻，咻，放学了，恭喜你。哦，还有七分钟，还有七分钟，还有七分钟就可以关台了。还有十七分钟就可以关台了。要几个铁巨人呐、啊？感觉要四个铁巨人，然后各个角落，然后再放。再放，哎，好啦，不然等一下来加大这边好了，不然卡在这边看的也很不爽，所以还要一二三四六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个，十四个漏斗，二十八个漏斗哦。
不要不要死哦！猜有没有？没有。哇，看来不用关台了。兄弟，要把无限换掉了吧，因为现在买得到那个剑士了，不然好啦，我们修到那个它变成说太贵了，我们再把它改成无那个经验修补。我每次射完之后要躲他的招，我身体都跟着你哦，烦死了！哎，所以我才不想要开视讯呢、啊。一来长得不好看，二来动作很夸张。要准备看直播了，对啊，要准备了。多多多多，他怎么那边也会升？很棒，都是你们在讲而已哦。应该会很好睡吧？感觉我今天真的处理那个比开台还累，脑容量不够了。等下就窝在这边开台，不是开台啊。来吧，准备啦！来，这边奉上连结啊，结果贴出去也不一定看得到，有没有？即将首播，看一下我们凋零骷髅头，哎呦，杀一下！血团团 ，KC 啦。
哦，这次的片尾要记得听哦，要听完哦，又有片尾哦。嗯，啊，不是五点了吗？那不开戏，哦，开始了。噔噔噔噔。有打到头了，我们俩可以撤了。还一分钟，慢慢来。打到头了，打到头了。大声了！去死吧！哦，我发现我的这个怪怪的，没有，这是什么？